开始开始。选手一号，齐备，苏若勋呛他喽。我们看着谢子宽向前冲了。前冲啊！大家都进来吧。还在上去。啊，没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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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哇，好厉害！他要拍给陈这个风景看，他要拍给海绵看。证明我是海绵。干白痴哦、喔，那边太黑都看不到。你看，有人陪他疯问候两个人，有一个慢跑啊，那慢跑也太快了吧，跑得比骑的还快。哎，不是啊，这太黑了，根本看不到啊。问候两个都没下来，他撞到他了吗？对啊，那螺旋。哦，他超越了。我们的选手一号绕了一个桥回来了，我们现在有请他讲感想发言。一号选手请讲。好累啊，好的，谢谢各位。我喝醉在那个球，我跟你讲我们会破开哦，我跟你讲。